心情都被湿搭的天气给影响了。湿搭的日子还是要开心的读书哦。湿搭的读书，湿搭的读书 ，study， S T U D Y， study， 读书。你真的有给孩子最有效的学习安排吗？当然啦，补习班跟家教不就是最好的学习安排？看我儿子的成绩就知道了。来人啊！把补习班老师头给砍了！我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儿子学好英文。当孩子们用双眼观察事物时，就会在眼中形成一个素材媒体资料库。因此，对学龄前儿童来说，视觉一直是他们获取资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右脑更可以将接收到的讯息图像化，让他们能够轻松有效的学习。托克龙还附送独家0800免付费服务专线，提供您专属顾问服务，一对一制定专属于您的高效学习计划，以及免费线上教学服务，让您不必外出奔波，在家透过电话就能轻松练习。以上影片由托克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